不要这样，要不要摸看看？試試看哇，天哪，这是什么福利啊？来吧，我看看几块，哎、欸，对，哦、八块，哎、欸，二四六八，八块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冰块盒，对。好，这是肥波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连结就在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冰块盒，太久了吧？以前都没做过这么久，我大概只有做一分钟。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这。Hello， 我是曹佑宁，小曹。我现在人呢，位于在内湖摄影棚附近，因为我是这一次动志开动节的活动大使。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任务要来执行。开动节的概念就是希望在疫情下可以鼓励更多人运动，准备好迎接动起来的心情和全新态度。那这次动志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开动心情。还特别设计了沙漏挑战，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哦。那我身为这一次的大使呢，照理来讲我应该是要第一个挑战，可是我觉得我一个人挑战好像会有点无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有特别找来了一个神秘嘉宾，我来给大家一点提示好了，就是之前网友啊，就是敲碗我要跟他合体，一起在全明星运动会里面来 PK。但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机会，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，然后来向他下战帖。我们现在就准备去找他吧 ，Go！ 哎、欸，小杨，哎、欸，徐总，你怎么在这？哇，初次见面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睡饱？有有有，我睡饱。为了你，我有睡饱。那有没有吃饱？当然当然，都吃饱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的挑战有一点点困难，我老实的讲，对，所以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准备来迎接挑战吧。我准备好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准备要开战了。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三分钟棒式。太久了吧？以前都没做过这么久，我大概只有做一分钟。对，差不多最久大概一分钟，一分半就极限。对对对。而且以前训练也不会到这么久才。对对对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努力看看。好、啊。在开始之前呢，你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要跟我换上一样的衣服。好。對，你的衣服在这边。好了，我们的永伟已经换好他的战服了，是不是很好看，特别帅，阳光男神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跟学长差一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之前有因为拍戏，然后有学习过柔道，我知道柔道选手的那个核心，哦，厉害哦。没有，我们都常常在练，对，这是一定要的。那我先认输。对啊，因为我知道柔道选手的下盘需要非常的稳定，要像一个不倒翁一样。对，我觉得这三分钟对你来说应该意义。真的我不知道，因为真的没有做过这么久。哎，不对，你是不是身材练得不错？没有吧，不敢吧？要不要试样？要不要摸看看？哇，天哪，这是什么福利啊！来吧，我看看几块。哎，对，八块。哎，二四六八，八块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冰块盒。对，怎么样？要摸一下我？好，算了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好，那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嗯。看前面轻松，轻松，轻松。我现在这边看得到，哎呦，蓝色的沙漏。多久了？多久了？好慢、啊！天哪！哎呦，有没有开始围斗？哎，你们看是今天应该是。我们来提高一点难度，我们来进行一个残酷二选一的考试。好，来吧。开始哦。好。不知道你们要是甜的还是咸的？甜的。要选脚臭还是狐臭？狐臭。狐臭。香菜。香菜。听不到还是不能说话？听不到。动漫要选鬼灭还
海贼。鬼灭。超能力要选透视眼还是隐形手空？透视眼。什么？牙齿黄还是口罩？牙齿黄。啊。猫还是犬狗？猫。啊，狗。芥末还是纳豆？纳豆。手机没电还是钱包没电？手机没电。行吗？我靠，加油！加油！我的腰。很丑但运气好，还是很帅但是睡到爆。很帅睡到爆。我去。偷懒。吃什么东西？还是去哪里都下雨。吃什么都难吃。是。是的智障。闹鬼的，大便为了咖喱味大便，大便都不愿。等一下，还是一直谈恋爱单身？单身一辈子。快了，还是我们一起放弃？因为我也受不了了。运动员的精神，就我们放弃。啊！一年不洗澡还是？一年不洗澡。数不清的钱，为了钱要撑住。整天的纸板纸板，还是很蓬的自然卷。很蓬的自然卷，这个还有多久？20秒，太久了吧？20秒，加油！啊，这啊没了吧？辛苦了。我不放弃。对了，辛苦了。哇，今天这是我最高强度，真的哦。三分钟哎，真的蛮久的，而且我觉得优惠。做的非常标准，我的腰其实已经呈现一个倒立，一个 U 字形。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累。而且没有想到说三分钟是这么的漫长，对，因为我们平常训练可能一分半，然后可能做个两到三组这样子，对，没有做过一次这么长三分钟的。永伟是很猛，因为我刚刚其实一度我的腰就掉下去，然后我看永伟还是非常稳的，像一台战车，就立在那边，然后很强，然后还可以回答问题，每个问题都可以回答出来。对啊，我觉得不愧是柔道选手，然后他的核心身体素质也非常的好。没有，对。其实我心情上是非常的开心的，因为疫情逐渐趋缓嘛，那很多事情、很多工作又可以开始重新复工，对，所以我非常的开心。我觉得就是可以恢复到，赶快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进行比赛，对，都可以正常比赛，然后跟训练，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，毕竟大家都这么努力，都这么久，都是为了站在台上就是发光发热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开心，对。开动节的一系列活动已经开跑，详细活动请上动志的粉丝专页，还有机会获得神秘小礼物，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挑战沙漏挑战。最后别忘了帮动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活动大使曹佑宁，我是杨永伟，我们下次见。